考小测。我什么老师？代课老师教。代课老师说。车辆。车六六六。对，车六六六。哦，这是什么？啊，我怎么没看过呀？啥？啊，有谁看过这个吗？小时代什么东西？小时代是什么？看过电视剧还是电影？什么电视剧啊？应该是一个不知道。就是电视剧电影好像是。哎，我记得看过的，好像是，是不是里面有光头强？这个的话，你们这一次小测就是演绎这个其中的一个片段。哦，就是我刚演吗？调花园吗？然后呢？那你们就是……我感觉这里有一个女角色。几个女的？有几个？四个。这个是不是男的？有几个男的？你自己说有几个男的？三个男的。四个女的，三个男的吗？人物角色的话，你们是想要随机抽取呢，还是你们自己决定呢？像我这种阳刚之人，肯定要男的。自己决定吧，那就自己决定对吧？抽吧，自己决定。自己决定举手。抽，自己决定。好，走，你们俩看。自决定多没意思。你们就自己决定吧，我们会现在把相关片段就是发送到你们那里，然后就期待你们的精彩演绎了。手机都没拿，快演。看你这么长的水平。好 ，OK， 大家加油！加油！加油！说你给宫里带了什么生日礼物？我觉得嘛，做人最重要的是心意，对不对？所以我带了一句祝福语给他。祝福语啊？对，祝福语。因为我们之间的感情不是金钱能够衡量的。我呢，买了布里最喜欢的项链。好，希望布里不喜欢。Ladies， 你肉太多了吧？我已经给他发信息了，不是你。那我们等菜了。哎，这到底有没有人吃饭？不知道的，还以为在什么事呢。这里被别人你要拿菜刀和我一回事了，是吗？哎，服务员，帮我拿筷子好不好？柜台，那座位在藏宝人边上。今天你最喜欢吃的生蚝准备吃啊？哦，煲不动，喂，我汤上煲一个。嗯，好。都还没开始喝酒就脸红，我看你们俩倒也是挺配的。布里，其实你误会了，我已经有女朋友了。宛如是个好女孩，我们还是可以当好朋友。我也没误会什么呀，有女朋友怎么了？这年头，只要没登记领证结婚，从法律层面来说，每个人都是单身男女。感情的事我明白，一个巴掌拍不响，大家今天在场十几个巴掌拍拍多简单的事啊！顾里，你闭嘴！我怎么了？我好心好意帮你排错了。你没错，你永远都没错。你每次都是自作聪明想要帮我们，哪次不是背着我们进来一些缺德的事？顾源，你知道魏海有女朋友的事？知道。怎么告诉我呀？高兴到我里外都是人，你高兴的？哎，你讲不讲理啊？你自己偷偷约的魏海，这事你有和我说过吗？顾里，你别生气，这件事跟顾源确实没什么关系。那跟你姐姐有什么关系？先管好你自己的破事吧，自己的屁股还能擦干净。就别急着帮别人提裤子。什么叫我自己的屁股？你的事儿，你的什么事儿啊？你上次在画室像残疾人一样帮别人倒那杯咖啡的事儿。你笑，别听了，别火上浇油。你这把火要是不烧起来，
我这油可还没地儿放呢。顾源，你知道怎么多呀？难道上次还讽刺我说让我没事多陪陪姐姐？你俩真是狼狈为奸的好兄弟，葫芦娃都没你俩细心，真让人恶心。你瞧，里边急着出头，你以为你和顾里就不狼狈为奸吗？你以为你们姐妹间的小秘密就不恶心人吗？你告诉简溪，顾里你有病吧？你怀疑我？我什么都没有说。是我说的，吵什么吵？就这么点事。今天我们大家之所以欢聚在这里，是因为我们从小到大的好朋友顾里来庆祝他的生日。我从小就很悲惨，家庭和爱情都很不顺。我曾经经历了很多恶心的事情和悲惨的遭遇，而带给我最大伤害的人，齐城，他也都认识。还好，我遇见了顾里，这些年来多亏了他的照顾。无论别人觉得顾里多么冷酷，多么不近人情，多么自私自利，但我知道他不是这样，或者是说他不全是这样，所以他才会想要奋不顾身的来拯救我，或者是分担我的痛苦，甚至是亲自品尝我的痛苦。简单来说，他就和我一样，和席城发生了。而最讽刺的是，他却以为我不知道。可是顾里啊，我们是如此形影生活的姐妹，我怎么会不知道呢？所以今天我要敬我的好姐妹，感谢她分享我的悲惨人生，我也发自内心的祝愿她从今以后和我的人生一样发烂发臭。我们要吃大餐，呸！吐一口看大片。好了，其实是看《小时代》，对，自己演的。大家觉得就是自己觉得那天演了，就觉得谁会比较？顾里，顾里，顾里。说一下感受呢？顾里和南湘在里面好像出现了一些冲突。爽。最引人注目的就是那传说中的席城，结果当时候没当时就是第一次没泼好，第二次没泼，第一次没泼，当时你泼那次没泼好啊，第二次老拍摄的时候是直接跟着我推着我镜头，知道直接你某个人在上面给我又浇了一点，浇的好。那时候呢，尴尬，我头发牛奶味儿两天，牛奶味。好，那你们。那你们今天喝冷冻，那你们准备好了吗？啊，没有。好了，把亮度开最高。来了，就是最高。我要躲远点。啊！张机啊！这个啊，辣眼睛。你可以打分。哈哈哈哈哈哈！我操！我操！辣眼睛，我眼睛是啊。张泽宇，来了，少颗牙。好嘞。
像看，他好像那种巫巫婆，巫婆，口红就是那种巫红。好女孩，好好的女孩。好男人，好男人，好男人就是我，我就是好男人。左航说：“我还是算了吧。”他说：“算了，擦不干净了。”左航一过去就在那里，他说：“擦不干净了。”左航还是说：“算了吧，我下不了手。”溜了溜了，算了吧，还是等到你头皮发酵。来说说一下看完之后的感受。好丑啊，总体还好。你觉得你的还原度可以达到多少？0%，70%。主要是那个什么背景音乐问题。背景。所以说还原度10%。背景是指？感觉背景音乐太大了。哦，背景音乐太大了，听不见说的话。然后就是那个，就是公司后面的背景音乐出戏是吗？对，企业的声音太大了。那所以说大家就是想的是下一次可以完全的，就是在那个场景中。嗯，场景。那你们觉得就是，如果说这一次你们觉得一定要挑选出来一个最佳女演员和男演员，分别是顾里，最佳女演员，最佳女。我是男的，好吧？女的，女的，长得都没问题。你露太多了吧？啊！好的，那我们这一次课堂小测就算完美结束哈。希望下一次就是大家能够再贡献出你们的高中演技，好吗？好吗？好的，不要。
再抽到女的了。我也不要当女的，我要当女的，我要当女的。拜拜，这个都是你们的，拜拜。